是你，然后前面是我们，然后我看到很多人就想要玩一下，然后你怎么知道我们团也一个也有金的，然后他们都一头雾水嘛，他们说我要拉吉他手是金城武，我也觉得蛮像的，结果我们其实我们想要道歉，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拿金这样，然后我们还骗他们说哦。 阿基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们可以给我们尖叫声啊！就变尖叫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就算台下就是不是我的 fans， 他们也会跟你尖叫，对不对？谢谢啊，玩音乐就是这样啊，不分你我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，我就想到就是一种，不知道我刚刚一边弹吉他就觉得好开心哦，你们觉得开心吗？ 真的很开心，而且我很少看到手全部这样举起来的这种感觉，真的很棒，我觉得很开心。
好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，这个歌是想要让大家回到，就是不管是小男孩或小女孩那种对梦想的那种追求。这首歌《小女孩》送给你们。